我没付出你也可以喷啊，说的好像你不能喷一样。但是我没有付出你就喷不了我的队友，对，还会喷组排的队友，烦死了。现在组排都没人跟我玩了，天天喷，都没人敢打组排了。现在英雄联盟的生态全靠你们，当你们素质高的时候就天天是组排，当你们素质低的时候就天天是单排。你们想要看高质量组排，你们就得稍微有点素质，也不用太高。辅助 Chris， 没我们黑以及主教练 Danny 说的是有道理啊，但是也会被你们喷得挠不住的，我是习惯了。小乐言也没有比赛打了吗？小乐言还要春季赛第一周第四日第一场比赛 WPG 与小迪对阵 RA 即将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精彩的对决吧。还有 POS 现场还在消音， NET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刘星东在认真的看游戏， NET 往右边瞟了一下，往左边应该是被我逮到了，一会儿微信问一下他到底什么意思啊。